山地农场位于南投县仁爱乡，海拔2000多公尺的中高海拔雾林带。气候变化大且四季分明，春天是百花齐放的季节，野兰如山中精灵般翩翩起舞，粉嫩的桃花羞怯得像少女般，樱花所降下的春雪，好似冬季依旧眷恋着春季，春季却头也不回，迈向翠绿的夏季，甜甜的夏季，万物被这甜美吸引，纷纷苏醒过来。雄蜂围绕着毛地黄忙碌。树凤蝶在蘑菇梢上飞舞着，正值繁殖季的冠羽凤梅 ，to meet you，to meet you 的叫着。黄翅守梅也排队出来散步。富仙翁优雅地占据枝头，似乎在等待夜晚的来临。夏夜的美由大头目天蚕而开启，母氏树蛙竭力鸣唱，直到台湾大敌鼻蝠及小灰凌霄皆沉沉睡去，谁知一觉醒来，大地却换了面貌。夜牡丹的粉紫，水杉的茶河，鹅掌秋的鹅黄，银杏的亮黄，苹果的鲜红，山地农场的秋季就像一盒五彩缤纷的马卡龙，好迎接橙色的冬季。然而山桐子鲜红的果实让橙色的冬季不再单纯，条纹松鼠开心的倒挂金钩，黄山雀、蓝尾歌曲、栗背林曲、白头冬、白喉啸冬也纷纷来到农场。度过腊梅处处香的冬季，迎来梅花满天下的奇景，循环下一季的四季之梅，自然之美使我们更小心对待环境。的羽扇豆是观赏性高的绿肥作物，天然有机堆肥为大地重新注入活力。面对田间的杂草，我们不逃避；面对田间的虫害，我们不投机。利用有机防治，维持田间生态的平衡。
大自然也会协助我们。从荒山到桃花源，从当初的碧绿蓝绿到现在的百花齐放，是经过多少人的努力与传承。对于土地，我们诚心相待。近年来更积极发展环境教育，全年皆提供各式营队活动，带您经历从土地到餐桌的感动，激荡心与自然相处的悸动。并看见不同文化的美好，重新找回生活的初衷。我们的努力不仅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肯定，更年年获得环保署的认同与鼓励。此次春之飨宴活动结合农场的美、土地的真、人们的善，以循环为主轴，刻画出四大主题展区。第一区，美与生活的循环，利用身边所得素材，结合园艺布置，呈现生活美学，并启发美的感受。以人工景观园艺，结合自然四季周期循环的温带花卉，营造百花争艳之景。展示农场栽培之全国独有台湾夜兰品种及生长环境，贩售特色出版品及手作小屋，结合好物交换活动，让物品有良好的循环。三月桃花舞春风，看浪漫粉红叠上春意的无限延伸。第二区，环境与文化的循环，古今生活均仰赖自然环境及资源，智慧与经验累积传承为文化宝藏。你知道森林里的猕猴桃是如何变成餐桌上的奇异果吗？森林野地里还有哪些植物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呢？一同探访自然环境与人类智慧交织而成的文化结晶吧。第三区，生与土的循环，人的健康仰赖土壤健全与否，因食物均直接或间接来自土壤。本厂于103年通过有机验证，在此可看见生产与生态的平衡状态，展现垃圾变绿金的循环生活方式。第四区，有限资源的循环，资源使用到尽头，是否还有其他可能？一场华丽变身，让资源产生新循环。餐桌上的绿意结合植栽与厨房杂货已再利用的蓬气古意，衬出野花野草的自然芳美。山区降水季节分配不均，跟着水足迹探访本场的雨水回收与滴灌系统吧。
用低耗材和枯枝建造土窑和烘焙，达能源自主、资源循环与凝聚情感的效果。愿日复一日，美景常在；愿日复一日，大地依旧；愿日复一日，笑口常开。让我们一同开启这美丽的循环吧。